江斌，你是不是开着自己的车来了？我要的那款车呢？佳，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。今天虽然我是租车过来的，但我保证，结婚之后我一定把车给你买回来。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，就别生气了，生气不吉利。保证有个屁用！你说结婚时你开着给我买的车来接我，到现在车呢？今天车不给我开过来，这个婚就不结了。敢骗我们？今天我得好好整治婆家人，就算把车开来了也得拿2万块钱，不然我们就不出这个门。这时间就不早了，错了两种及时也不好，是吧？这个你要个2万块钱，估计我们哥们儿谁也不打算能干。这个有啥事呢？咱另外再说，懂不懂？姐呀，别不高兴了，今天是孩子大喜的日子，把门开开吧。姑奶奶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别生气了，来，让老公把花给你带上来。张斌，你敢骗我，说好了结婚的时候把车买了，我还在我们同学面前说我们家车怎么好怎么好，没想到你劝你家教，你看你把我女儿气了，不是我说你，我女儿一点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，我怎么放心把家教交给你？现在谁结婚不买车？等我们结婚之后，我一定把车给家买回来。行，那你拿2万块钱的保证金，一分都不能少。爸，你帮我劝劝家教吧。你们年轻人的事自己解决，我也管不了。宝贝儿，咱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！你说结婚的时候把车给我买了，如果不是昨天我同学到4S 店问了一下，我现在还蒙在鼓里的。佳，你看这段你买的衣服、包包、化妆品都是名牌，弄得我现在身无分文。你看工资卡在你的手上，多少钱你也知道。要不等咱结婚之后收的礼钱给你买车行不行？谁稀罕你的工资卡？告诉你张斌，今天你不把车给我开过来，我就不出这个门。妈。大斌，怎么样了？这不该回来了吧？您放心，挺顺利的，今天保证把媳妇给你娶回家。现在正给佳佳带花呢。好，挂了啊。张斌没事吧？没事。佳佳，我再问你一次，这个婚到底结还是不结？如果愿意的话，赶紧收拾收拾，要不然你可别后悔。张斌，我告诉你，我王佳佳不是吓唬他的，有能耐你使去。